Thank you.
这边吧，那林会倒立吗？我那个，我们工具人如果能把镜头倒过来，那我就会了。或者你们自己倒一下手机也是可以的。我成功了，谢谢你们。你们喜欢吗？工具人，哎嘻嘻，太小啦。子浩，你忘记啦？好了，你们不要再刷那个名字了。林就是猫中毒改了一个，是吧？那个我看了，谢谢你们啊、哦。好甜好甜，谢谢谢谢。当然这首歌就是要唱的甜一点，谢谢男老师脖子扭了。哎，不是，等一下，那个我刚才说的好像是把手机转一下，为什么你要这样？我也会扭的好吗？南林，我好想你啊，我也很想你们。
我们好几天不见了，你们想我吗？嗯，情话多说一点，好像怕掉了。嗯，嗯，想了就好。艾琳，你热吗？我确实稍微有一点热，我想稍微开一下空调。嗯，他们太小，你们不要这样讲自己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们这几天在家里的时候，那个第一天晚上，拉姐非常非常无聊的在我们群里面发说，有没有人理理我啊，我们打牌好不好，我们可不可以玩桌游啊，然后我们没有人理他，因为我们大家都在睡觉。然后那个他那天晚上发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很晚，也就下午六七点的时候吧，但是我们那天好像还是放假第一天，然后我们就每个人都在家睡了整整一天。然后拉姐她醒得比较早，对，下午六七点，然后拉姐醒得比较早。嗯，男老师，男老师，我今天过生日，能不能帮我对五个姑娘和一个魂儿们说声加油？嗯，那不应该是我们给你讲生日快乐吗？我们一起给你讲生日快乐呀！祝你生日快乐哦！今天过生日的大家都要生日快乐哦！梭嗨嗨，今天也是抢奶宝的一天。嗯，我明白，毕竟有些人就是那种，你明明已经跟他相处了，明明正在跟他说话，但是就是会觉得，哎，我好想你啊，对不对啊，奶麒麟？嗯，对不对啊，一个魂儿？嗯，你们对我来说就是这种人。奶灵困是不是放假睡的时间最长的？还好吧，我觉得我还好，我起码还是出门的。嗯，就是我起码还是出我卧室的房门的。但是拉姐她是只在群里发消息，她都不带出她卧室的门的。然然等到那个第二天的时候，我跟然然在客厅偶遇，然后然然跟我说，我好像昨天一整天都没有见到拉姐。不是啦，因为拉姐的卧室是我们几个人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大的，所以说她一般都只会在房间里练舞，因为我们的隔音还可以，如果要是在客厅的话，练舞一定会吵到我们，所以她一般都是在房间里面练舞。是的，在客厅偶遇。突然放假是这样的。也没有那么大了，我觉得你们就是房间稍微大一点等于这么大，没有了，就是相对而言稍微大一点，而且拉姐她也会比较常练舞嘛，所以她也有给自己的房间专门腾出来一块地方，专门放了镜子，然后就在那一块跳舞。我对拉姐的房间还是挺熟悉的。嗯，什么，我们然然明明是对宠好吗？
帮你通俗易懂的去解释一下。嗯，最好还是不要自己一个人去啃书。把人提起来，哦，你是说那天，因为然然他也比较轻嘛，所以就是我这个样子，然后然然就起来了。我本来还在想，我要不要这样子让然然坐在我这个手臂上，然后这样子帮忙把他给就是提上去，然后结果没能。我没有想到，我都不需要这样子就可以把它直接提上去。什么，你们也要壁咚？你们也要壁咚吗？工具人给我一个固定的镜头，让我稍微往后走一丢丢啊。让我看看是谁要壁咚。是你吗，宝贝？好了好了，满意吗？不是吧？真的吗？我一直以为你们会说我做作或者是油腻。有有有有有。哇哦，宝贝，你们，哎，怎么是我的麦被我游到了吗？你，宝贝，你们怎么了？我好过分啊！气泡音是吧？是呀，是呀。来保住一嗓子呢，你们不觉得我嗓子已经好很多了吗？还是说你们想听我声音更低一点，宝贝儿？一个会儿哥哥们，一个会儿姐姐们，一个会儿弟弟们，一个会儿妹妹们，一个会儿们，还有奶淇淋们。好啦，我们打开游戏投屏吧。这就叫什么，这就叫喊完就跑。你们好。哦，不对，应该要切换到 Ori 的感觉。你好，你们好，你好呀，我们走吧。今天是 Ori 的寻家之旅。吓我一跳，我已经不记得上一次玩到哪里了。结界，结界是吧？一个魂结界。又是你，你好，你好，再见。我依稀记得我们这一次好像是应该要上去了。反身跳。我跟你们讲，我现在已经能够非常好的掌握到这个游戏的精髓了，就是及时存档。哎，我这边过来过了吗？啊，我是不是可以反身上去拿那个点数？哎，这个我已经掰过了。哎，咦？我好像上来了个寂寞，我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怎么还带复活的？来过了，你看，我就说嘛，我也记得来过了。屏幕不全，工具人他们希望，屏幕能再全一点，但是再全一点的话，好像有点难，看着调整吧，尽量调整到大家满意。应该是往这边走，先存个档，先存个档。嘿，
就卡关了，你们也太过分了。我知道你们是想听我唱歌，但是这也算卡关吗？这边是什么？那边门开了，我知道。哎，什么东西？你好，再见。我这边是不是也来过？我真的觉得这个游戏对于我来说最难的不是不哦，我来过这里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不算。嗯，你们真的，哇哦，到这里了，怎么办？我觉得你们就是想听歌，你们别急嘛，我觉得这里我肯定会卡。嗯，啊，没有，工具人在调整了，大家稍微等一下哦。哦，过来，我，啊，等一下，这样吧，死两次就算卡关。我现在还有一格血，我觉得我刚才多少有点口出狂言。再等一下，哦啊，嗯，那个，我再死一次我就唱歌。反正我今天真的准备了很多首歌，因为我知道我口出狂言必定会卡。上去上去，上上上上，我上来了，你们相信我一点好不好？啊，让我想想啊，工具人，我们关一下投屏吧。嗯，来，关一下，先关掉。嗯，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奶铃歌回哦。今天晚上我们有好多首歌，你们想听什么呢？嗯，我跟你们讲，我觉得是手柄的问题，就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间想起 BGM 有那么一捏捏的嘲讽。嗯，嗯，我也觉得都怪手柄。婉婉，我爱你的精英手柄。啊，对，我跟你们讲，一会儿你们一定要去看婉婉直播。婉婉在那个想这周播什么，然后唱什么的时候，想到了一首歌，然后我跟他说你这首歌的时候这样子唱，可好玩了，就是嗯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嗯，我不干嘛，20首歌连唱不至于。然后想想啊，今天准备的歌还都是比较甜的耶。嗯，那下一首唱，我不知道新奶麒麟们有没有听过，但是老奶麒麟们肯定听过的一首歌，名字叫做《暖暖》，送给你们哦，来吧。喜欢毛毯般的厚重。
汤热汤，我们两只汤匙渴望的心房，暖暖的好饱满。我想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真心的对我好，不要求回报。爱一个人喜欢他过更好，打从心里暖暖的，你比自己更重要。对不起，掉了，捡起来了。奶林你也很好呀，希望你知道，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。什么小甜妹，你看我长得像小甜妹吗？也就是在你们面前珍惜这边珍惜。我要朝正面。哎，等一下，手柄坏了就唱歌吧。你们今天晚上是不是就奔着听歌来的？甜甜甜，甜就好。今天不是歌回吗？今天是歌回，然后我们偶尔在唱歌间隙觉得累了就会稍微打一打游戏。我是第一次来的新奶奇灵呢，有时差好不容易起来看奶灵呢，灵你真的好温柔呢，谢谢你哦，谢谢你夸我。不过其实就像这首歌说的，我们的一个魂儿们，我们的奶麒麟们，大家可能有过各式各样的经历，所以我们都是很没有安全感的人，所以我很希望能够通过
不管是之前一直跟你们讲的不疲惫的双向奔赴，还是真情实感，能够让我们彼此都有安全感，能够给到你们那就最好了。所以爱一个人，希望他过更好。来吧，工具人，按下 A 来继续。我想先看看我应该能够哦，我要点能力点。哎，好，我现在就可以重复那个什么了，重复存档了。我觉得我可以的。谁说的？马上下一首了，我记住你了。我可以的，我能不能再存个档？啊，又是这个！啊，不要！还有一个，上一次打 Ori 的时候，好像就是这个 BGM， 我想吃掉那个血，让我吃掉。哎，等一下，让我上去。哇，我过了，可是那边为什么要有个平台呢？耶，对，我找到了，但是好像这个地方暂时还过不去。你们现在看游戏画面觉得舒服吗？我们再稍微调一下好不好？工具人先把这个关掉，在你调好之前不要让我看到这个投屏。这不存个档，这不是没有那个什么了吗？这不是没有那个叫什么能量了吗？如果要是有能量的话，我肯定立刻存档啊。这也算卡关。你们太过分了。调好了吗？放。就是霸总好吧，放。看起来是好了，来吧，唱个歌吧。哇，你们今天真的是，你们为什么还有？能从这边上去吗？哎，我怎么觉得悬呢？我现在没有能量，我要不要试试？快告诉我，我要不要试试？我如果把自己屏没了的话，我就回到刚才那个地方了。我现在没办法存档。存档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那我试了啊，让我再上。哇，我上来了。他可能，我跟你们讲，他可能会耗一格血，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挺值的，因为我好像是绕了个路，让我看看啊。我是绕了个路，我好像直接就不用去那边了，这边。哇，我好厉害！我往这边看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这边怎么砍脑袋？等一下，反身。啊，让我吃颗血。我希望能够早一点给我能量，然后让我存个档。我现在存不了档，我稍微有点心虚。我，你们看到了吗？看到这个闪烁的蓝光了吗？
我现在存不了档，我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心虚，我可以吗？我试试，肯定是要去拿这个地图石，不是地图，气石。哎，等，在第好，上去，走，对，然后我们稳一点吧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可以的。等，冷静一点。冷静一点。等下一个再下来。不能直接忙。哎，哇，他怎么连得这么紧的？我过来了。我过来了，能量说错了吗？他们发现我忧郁，蛰伏不动。我们告诉奥里，他误入歧途的下场。这是来到了精灵之井。因为我没有卡呀。奥里，精灵之树，它一定耗尽一切能量去拯救你。现在听听我们的故事，就发生在光之仪式的那天晚上，我们的光芒让它心生不悦。哇，我呼唤着奥里，但是我的孩子从未现身。哇，讲真，这个游戏的画面是做的真的很棒。这个游戏吸引我的一个是剧情，还有一个就是画面。哦哇，还有一个就是画面。我跟你们讲，我真的是忍住了自己没有玩，就是想跟你们一起来看剧情。有一说一啊，我对这种镜头代入感还是很强的。你不要过来。哇，这个音乐。干嘛？退退嘛，没事的。他要把它扔了下去。黑子偷走了塞安，那时候我感觉好像末日到了。你吸收了精灵之树的光芒，他将我们的命运全交在你的手中，请仔细听好，因为你必须明白。这里在介绍世界观。高悬在银之树的顶端，放置元素是埋在荒芜废墟的深处。这里是在介绍地图和世界观，我们必须尽快点燃这些元素。蜘蛛洞。哇哦，那这个如果是拉姐来玩的话，拉姐不会原地。我觉得就是看到这个名字，我就已经能够想象到拉姐玩这个的样子了。心疼拉姐。应该是往这边走吧。我刚才来过这儿没有？没有吧。看看这地面，看上去不稳定哦。哦，这里是要让他，哇，他还会叫的，就是他会呱，然后呱，再下来。嘿，兄弟，你还好？等一下，我，哎，等一下，暂停了游戏，等一下，
我觉得我现在不能轻易往下点这个剧情，我觉得这个瓜它在蓄势待发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他现在蓄势待发，我不是很感动。我想，哎，再见，你不要，啊，又暂停了。你不要过来，我跟你讲，我脾气很暴的。嗯，好。我给你们看刚才掉下来的那个地方，就是它的上面有树枝，有树枝，有那个地面，还有墙壁，我一个都没落上。我就这么直直的掉了下来，就直接掉到了这个瓜的旁边。我明明刚刚才嘲讽了人家，我真的是对不起你，成了 X。杰森卡，你们就是想听歌是吗？你们想听什么歌呀？你们想听，这样吧，你们，哎，我好像回去了。这样吧，你们告诉我一下，你们想听抒情一点的，还是甜一点的？给你们挑好不好？让我下来，都想听。按住 RT 可以推动，啊，这样就可以上去了。抒情一点的，迷迭香，你们居然还没有听腻吗？哎，我又掉下来了。啊，好啦，我们今天晚上我好像迷路了，我好像迷路了，我们现在存个档吧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们先关一下。那个我刚才没有迷路，主要是因为我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已经是7:30了，然后还有10分钟，我又觉得呢，我有很多首歌想要给大家唱，所以说我们今天游戏就玩到这里，等我回去看一下等到回头我们再继续往下探索这个游戏。不准说我嘴硬。然后看一下，我觉得时间还够唱两首歌，这样吧，一首呢是比较抒情的，一首呢是我们之前团播的时候合唱过的。你们想先听哪个呢？你们总是说我软妹，你们想先听哪个？快点选一下。一首是抒情一点的，还有一首是我们团播的时候大家一起唱过的。我也不是不能稍微正经一点跟你们说话，主要是因为，对吧？抒情的。也行，那工具人下一首是可能否，送给你们
否吹来夏天的雨，秋天的月能否照亮冬天的雪，夜空的星能否落向晨曦的海，山间的泉能否遇上南飞的雁，能否早一点看透命运的伏线，能否不轻易就深陷，能否慢一点挥霍有限的时间，能否许我一个永远，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，可能我见了黄才会死心吧，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，还好我已经遇见那麒麟呀。改的词完了自己还唱错了，我明明说的是好怕我没有遇见奶麒麟啊，还好我已经遇见奶麒麟啊，自己改的词自己唱错了。哎，好像有一个小朋友过来了，我也遇见你了，喝水，谢谢你。今天歌会还顺利吗？今天歌会是热汤多喝热水嘛。嗯，多喝热水呢。今天的歌会还顺利吗？今天是游戏会，气死我了。你们听出来这是谁了吗？猜猜我是谁？你不要这么大声讲话。好，因为乐他不是嗓子不舒服嘛，然后上次团播的时候也跟大家讲了，为了出于让他好好休息考虑，所以今天没有给他排播，然后他就想给大家报个平安。是的，这就是你不让我吃零食的原因了。他今天那个自己明明还在休息嗓子的期间，然后自己拆了一袋零食，他刚一把那个零食放进嘴里就被我把零食抢下来，被骂了。你说骂你该不该？被骂了，被骂了。哎呀，然后一会儿我们一起去吃养生的饭。是的，饭我就是来接你下播的，我还把小的留下了，也带了一个小的。明天那我们一会儿一起去吃饭。好呀，耶、yeah! 啊，今天奶老师唱的开心吗？开心，太好啦。我回头想跟你合唱这首歌。哎，是吗？可能否
哦，这首歌很好听，刚刚也改词。哎呀，你怎么改词呀？还好我已经遇见了 Isoya， 我也遇见你啦。他们说早该骂骂了，看到没有？你坐下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把旁边的东西挪一下。我来了，嗯，哈哈哈哈，一个小的。两个小的，另外一个小的，一会儿就是真正年龄最小的，一会儿还要过来跟大家聊天，然后他来跟大家聊天，我们三个人去吃饭，我们三个去吃饭，对，然后等到那个晚晚下播的时候，我们再接他一起回家，然后让他饿着肚子。他听说这件故事了，然后说等他播完再过来吃，说不定只剩了一个底火锅底料。啊，你们放心，我们去吃的是养生一点的锅。没有，我们带你玩。哎，婉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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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婉，婉婉不理我了，气哭了。哎，你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嗓子好的人跟嗓子不好的人的区别。婉婉他连麦都不用带。你看看你，你好好养嗓子，知道吗？哪里呀？少说，给我少说话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我给你们听拍嘉乐的大腿。嘉乐大腿别着凉呢。你再拍。啊！嘉乐大腿别着凉呢。奶奶胸口也别热着。我胸口别热着，胸口别热着。谢谢你哦。听见婉婉的声音十分安心。我跟你们讲，婉婉她今天早上一大早就那个起床，然后就有没有人理理我。我们基本上每天早上都是被婉婉的声音给叫醒的。是的是的，浙江小闹钟嘛。对，甚至就是我们家小闹钟，我们家大闹钟。真是怎么啦？干嘛手不自觉的。就是我们上次发现我跟奶老师去吃火锅嘛，我们有一首歌很适合吃火锅的时候唱，大家知道是哪首吗？我们一起好不好？嗯，从那个噔噔噔，来三二一，沸腾沸腾，嗯，逐渐逐渐，来一遍，三二一，逐渐沸腾，期待，快，我们俩就盯着那个火锅里面的，等着那个锅沸腾，就说奶老师说乐你怎么了？我说沸腾。期待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晚上差不多时间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乐也跟大家报了个平安。大家不要担心呀，我们去吃好的了，大家也要记得好好吃饭，跟皇家骑士说个晚安吧，啾咪啾咪，哇。奶麒麟们也啾咪啾咪，哇。你这样我不给他们的话，你说他们要闹的，是吗？哇哇，皇家骑士在吗？哇哇，快来哇哇，奶麒麟在吗？哇哇。好啦，大家晚安哦，晚安耶，一定要早点睡，拜拜，我们去吃饭啦。